大喊不见了。两层了，换到主要换四对池，四对池。应该三层换台，一百能量了，屌，没消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消了你就嘲讽，往后拉点，往后拉点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干嘛？给你个牺牲，非双我血，四大力神炼成。换换换，四对池，四对池，四对池。好他妈疼啊！他妈四大力神直接战斧打战斧打，去他妈的！这四大力神神经病吧！我操！我扛我扛我扛！你消了吗？我没，我才一层。你算了，你扛你扛你扛，无所谓。往后退一点，往后拉一点点，往后拉个一，往后拉个四嘛。刷好我血，我他妈的吃大力神吃死了，我靠！我扛我扛我扛，我情愿扛 boss 也不想去吃那个四大力神。我靠！妈神经病吧那个四大力神！四成了，换换换四对吃四对吃 ，OK。他后面的时候那个能量会越涨越快的，就是你们四组的话，估计吃两层的话就进那个瞬间了。再吃一层估计差不多了，三层对，一百能量了。等会你嘲讽 boss 吧，我两层了。我把怒气打满一点，吃那个十大一层。下个循环打完以后开应用吧，30%以后软狂暴。我消了我的嘲讽，刷一 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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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狂暴了，开应用吧。不要开，要满能量了，不要开，我操！无所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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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费了十秒啊！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就这么振奋一下嘛，无所谓。我往后退一点，你嘲讽，你刷了一嘲讽，这他妈怎么死的？顺劈伤害是不是他？四层了，换四组池，四组池，五层了，五层了，四组池，要死的，二组要死的。下次还是四组池啊，还是四组池，他现在能量涨得很快，还是四组池。耍我血哥，换换换，二组吃，二组吃，二组吃，四组要补人啊！我操，最后，他这个圣域伤害，过好远程，靠远程了，靠远程了，远程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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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远程靠近 boss 脚下。200万，加油！扛不住了，
三万，一万。一个顺皮，一个顺皮。这个东西四大力程和杀很高，顺皮的。